只要把它原地立起来就好了。好，我是来自于桃园区的新生医专，那我的名字叫做吴怡萱。那今年是我第一次当实习，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营队。那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就想要来体验看看。刚那一关的名称叫做同心协力，然后它是一个用，就是大家同心协力抓着红线，然后拉着那个杯子从一地淋到另外一地的一个游戏。这样，从这个关卡中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够跟人家沟通，因为我平常很内向，都不太跟人家讲话。那因为这个游戏，我们必须要讨论，然后大家那个红线到底要拉几条啊，然后怎么拉，大家要讲清楚之后才可以去做。那其实我发现这个关卡需要的是要有用心跟耐心和细心的一个就是态度才可以去完成，而且大家心要一致，然后在拉的过程中也要互相去讲说，你那个地方有没有，你那个地方什么时候要拉，或是我们要拉多大力，要拉几条绳子，然后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跟人家一起沟通是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原本我真的是很内向，但是因为这个活动才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玩游戏放一放放松，然后跟人家沟通聊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